哎呦喂，这是什么情况呀？我的房子怎么转起来了？是谁在搞鬼呀？让我出来看一下。嘿嘿嘿，哎呀，我的房子怎么被吊起来还转圈圈？来，我们敲一下。嘿嘿，怎么全碎了？好，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给这个房子荡秋千，来一二三呀，转呀转。哎呦喂，这个绳子没有支撑得住，变长了，直接就摔得稀巴烂，整个就成了个碎片了。呆瓜哥，我也想飞，让我飞一下吧。好嘞，那我就在你的头上放几个火箭，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飞起来了。你搞什么名堂呀？我是要飞，我不是要转圈圈。好，好，那在你脚上面放一个，这样你就可以飞了。哇，你飞得好厉害呀！不好意思啊，怎么摔到地上了？好了，接下来我们让这个房子也飞一下，给它按上几个火箭，这样的话它就可以飞起来了。哎，来吧，呜，喂。什么情况呀？怎么转的连渣都没有了？那这次我们多放几个房子，哎，这个房子够多的吧？哇哇哇！三个房子一起飞，飞得好精彩呀！喂，你们两个跑到哪里去了？我怎么没有看到？好的，接下来在这一个房子底下再放一个，来，准备好，呀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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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这个房子疯狂的旋转，太厉害了，好牛叉呀！哇，怎么也到地上来了？哇，还能翻跟斗，真的好厉害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这一个房子，它已经在空中了，并且两边是吊起来的，我们让它也荡秋千，转一圈，转两圈，转三圈，转四圈。哇，这个房子好厉害呀，比我转圈圈还厉害。话说它真的不会头晕吗？不过没关系，你看它都成碎片了啊！这些房子真可怜呀。好了，下一个房子，这一个房子在另外一个房子上面，但是它的上面吊着很多的稻草人，看一看它能不能把这个稻草人转飞。喂，你怎么不飞起来呀？你光转圈圈，这样没有意义嘛。哎呀，你看啊，掉到地上了吧，给你说了这样飞不起来的。好的，接下来是三个房子一起飞，飞下来啦。好，我们重新来，这又是一些稻草人，然后在这个房子上面，哇，这是蹦极房子，又起来了，好厉害呀！这次它飞得好高，这些稻草人也掉下来了。好，我们继续把这些稻草人放到这个门里面，然后两边都是绳子，这样的话他们又可以荡秋千了。准备好，这个火箭马上就好。哇这个火箭好厉害呀！还转圈圈，你们这样的秋千真棒好了，这一次是真正的火箭，这个火箭好大，可惜没有飞起来。快，找准机会可以飞的，你光在这里旋转也没用呀。哇，真的飞起来了呀，兄弟们！哇，这个旋转好厉害呀，飞到天上去了。万万没想到这个火箭还可以这样飞。好了，这一次我们来一个圆盘，这是飞碟，这是外星人的飞碟，我们让它飞呗。对，这样就可以了吧？哇，飞起来了呀，好棒可惜到海里面去了。好了，接下来又是这个房子，不过上面也是吊起来的，这次我们还是让它荡秋千啊，不对，这好像是叫吊秋千。哇，不过它这一次真的旋转起来了，飞个毛线呀，怎么全部都碎了？只剩下一个架子，还有三个火箭推动器，来这边给它安上两个。哇不过如此嘛。好的，接下来这一个稻草人也要荡秋千。喂，还没有准备好就开始，你也太猴急了吧。你看你，我就说了不要急，这里有绳子，这是荡秋千不是飞。你怎么还要飞呀？你可真够倔强的呀，我看你就是一头倔驴。好了，我们让这个房子这样来荡秋千。这样已经吊好了，只需要点燃这个推动器。哇，好厉害，又开始转圈圈了，这个房子转圈圈可是真厉害呀。不过这一次它还没有碎，还是非常厉害的。不过这个绳子好像越来越短了，没有动力了。又开始了，马上要飞起来了。如果这一次没有这个绳子在这个地方拉住的话，这个房子肯定能飞起来，可惜了。这一个杆子也被放倒了。好的，接下来该这两个稻草人了，这两个稻草人还是吊在这里的，还是要荡秋千。哇，
这两个荡秋千才是真正的高手，哇，荡了半天还没有停下来，哎，就问你们服不服？还有谁？好了，最后就是这一个房子了，这一个房子也想体验一下荡秋千，不过也没有什么意义了，这个地方什么都没有，直接把这个点燃，它就可以转圈圈了。哦，这样也行，这样荡秋千是最好玩的，一下转上去，一下又转一下来啊！不过这个房子的地基已经完全没有了，真遗憾呀！好了，我是呆瓜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